现在说，我们就把他那个器官捐献了，让更多的人能够，也是让他的生命得到延续。你真的要当天使，从来不要妈妈了。孩子再过几天就是我九岁的生日，我本想着让他过完九岁的，他会过完九岁的生日。我们今天给他做过最后一个生日。